你呢跟那人一模一样，跟那西西啊，太漂亮。盖港冠呐，哎呦，西施，我也是西施呢。对，没错，槟榔西施。哎，无啦无啦，无槟榔西施无像你啊水耶。啊是安尼哦。没啦没啦。哦，现在都阿妈卖的比较好吃。对啊，因为拢传诶，较早较近嘛，拢无换啦。我搞得起。来邀请到我们的西施美女。来，我们的向美女来配对手，西施。哎呀。西游。西，还有西施来了。现在用豆咖盖啦，那么有有。我年纪超过安尼。无啦，因为这是会当到迄个二五岁嘛，啊，我拄啊超过一岁二啦，袂使。无咯，看起来十八岁过三个月尔，嘿嘿。为什么要过三个月？过三个月是咱押韵啦。其实肖伟你真的哦，就是
唔知要怎讲，啊，凊彩就足水啊，唔知要安怎。唔知要怎讲啊？系啊，足困扰诶。笔墨难以形容啊。对啊，好麻烦哦，我自己觉得很困扰。为什么？到底？难怪咧，哇，这个身材的比例又好。没有，我刚才今天穿高了一点。对啊，少来。对啊，我为了要跟你见面，早上就穿平底。像话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开玩笑。我是我本来哦，国小的时爸辈不要来斗球，咱人来斗球。我已经无够啦。啊，你那才差着斗球啊！我比恁羞煞。真的啦，夏慧玲哦，歌唱得好，人长得漂亮就不用讲了，身材好，皮肤好，那都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，而且又很有人气，是不是？你要不是台里最后一棒，早就走光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啊。你们是在等我吗？对，太难。有什么奖品无？拢无了。要通出来，都往前的呢。对啊。真的哦。哎呀，大家都坐袂住啊，都坐来头前。我原本搁烦恼讲吼，因为今仔日五一劳动节，啊有叫困，啊明仔载是咱搁上班时刻。我想讲吼，可能到我的时阵吼，迄大家拢无啦。没有没有。我也想不到，大家还搁等到上后边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呢。真的。加载是背了，嘿，是你的。啊，较早迄个咱团长去拜拜，讲吼，麻烦你。雨下好大，都地上都湿的。欸、你刚刚说那个为什么请我来？你懂我？我听你也无解释。我意思是讲，就是讲哦，有不要讲好，答应讲哦，把他哈表演哈都不敢保证，但是你表演完，他才可能会下雨，就听到你表演完之后，所以你排到最后的话，前面都不会下雨了。对呀、啊。我不知道你不要走，怕你下雨啊！我还想说，我下面我是臭熊旁边啊！哦，安尼啊！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哦！因为你哦，新民工不给你站声，所以你来你今日是绝对不要落。所以我是太阳女的对啊！对啊！以上纯属虚构，那拢是别人在讲。是的啦，你看，咱下早是面大乌龙出大对无？你看。我跟你讲，不是跟咱早呢，我拄只对高铁来，其实我的所在，迄头壳拢冻的。我说啊，这些。隔壁，隔壁拢乱乱乱乱乱。对啊，隔壁都已经落雨啊！你要来看这时阵，哎呦。哦，这阵得个难过啊。真正。咱这个客王哦，就是我们的啊，一虎千岁，真的。真的，是因为我已经到那里，对对对。而且他们是哦，顶头哦，从水楼到水里面去迎接客王上来，这样子，真的很特别啊。去水里面接王，文化遗产，对。前中华民国就有这里有而已，好殊胜哦。对啊，啊，遇水则发，也祝你每一年，尤其今年会大发特发。好啊，大家拢还好不？好，真好还好不？好。好，阿叔，要发什么歌？发什么歌？我刚刚好，那拄只讲这段了，阿叔，我要再一首歌吼，这样有点怪有点矛盾，对哦。那拄只讲，当我全部唱出来才要落雨，啊，但是我今晚倒要倒来一首叫做《月娘的目屎》。那是感动出来，用本的出来，那味落来啦，本来在眼眶里面打转。啊，我今仔无月娘啦，嘿，做就无白晒啊。拜托，一出来就是敢那月娘的，拜托。我太阳女呢。太水了，啊你白天太阳，晚上是月亮，一机多用途。啊！咧，我就过来去收花去，而且吼，看到大家吼，等我等到上后边啊，拢无走啊，所以我也带来小礼物要送给你。哇，很有小礼物哦！你是卡牌也是？不是啦，你带到要客，你知无？卡无牌。看我这几眼拢看到恁这几眼，后边拢无提。因为七点就徛你这，等到七点。哎，真的，他七点就站在这边。真的哇！面面东都无吃，你讲是哦？早顿吃宵夜。老婆，人伊真正卡牌去啊，卡牌，所以伊袂走啊。没有，他没照。没有，你去看麦，等下我起来看大家。我等下真正，等下真正就给你来照哦。二来，啊，那段话挺好，桂林的马赛。谢谢，马赛。我又有福利了啦！哦，真的哦。来，可是呢，要麻烦大家到前面来，好不好？小心哦。来，是要小心。
这会不会很难啊？哎，我你说后面要唱什么歌？对呀，中波气那一定要晚的时阵，你挂气，我听到答案了。哦，是不是去偷看我的歌单啊？看了光板了，你刚没点着别人的歌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哎，你刚没点，你刚没点着那个倒一个人呢？啊，是哦，你再讲一下好不好？那刘爱玲，刘爱玲，哎，厉害，厉害哦。对啊，可是你刚刚有看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把这个机会让出去？好不好？我们让给后面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边这边，我听应该是这边比较有听。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来，那个那一位阿姨大姐，阿丽阿丽，嘿，就是你，水水阿姐，就是你，有有。你今仔穿这么水哦，有。丽啦，嘿，丽，好。你来要过来，要过来哦。你帮那个阿姨拿一下。哎，好。不管他有没有答对，我这次都要送他。是的。哎，你莫笑伊安尼嘞，伊拄才讲伊有黄以玲的歌哦。不要紧，咱来问一下吼，那个下一首歌会唱什么？很困难的问题。对。然后不管你有没有答对，但是你要发自内心讲这个答案。真的。我都会把这个礼物送好你，好不？好，来哦。来哦。来哦。很难哦。来，你来选一点，来选。很难哦，但是你要发自内心哦。来，你觉得？请问唱什么歌？请问，我们这样。50公分的距离，你感觉我本人看起来？我不能知道要问啥。错，我今天才不问这个问题。对。这门电视看起来比我较歹无？对呀。哎，我得病吗？就是换句话，就是我本人这，有点断续。有。我这么近看，有没有比电视上好看？哎呦。你可以再近一点，这是发自内心的吗？再靠近一点，真的哈、哦，好，你的答案也是安尼吗？对啊。我本人有较水无？有啊。好有啊，好，我知道你伫个讲无声，我一上好你。哎呦！谢谢。真的真的，他有练，我练到本人比电视好看。真的，因为。因为电视没有办法认真的看啊。没有，电视就是因为太近了，我头还没伸进去。这个都是白里透红那种感觉，对啊，有什么？不对，我是白里透粉哦，我比较年轻一点。为什么你这个还可以那个优化过的呢？对啊，优化就是那个柔上柔焦这样，为什么？整个身上为什么可以上柔焦？你是用什么上的？哎呀，你好会说话，你就啊，直接把黑斑 P 掉哎。对对对，我的身体有自动修图的功能，真的，对，来自动重生嘞，来追光不来，来一首歌，红酒爱情，对，来啊来啊，虽然今仔日无啉红酒，但是甲恁迄啰啉红酒，恁知影迄种热情吼，对不对？喝完红酒之后的热情全部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一起来啊，好，谢谢志玲，谢谢。
我今天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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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
滴呢，真的呢。是口水吗？不是的，真的。你说滴在哪里？你的头上没有？哎，不晓得，还老啊。口水。我奇怪，这这边有真的有飘一滴，真的。我讲真的，有啊，你讲。有吼，吼对，哎，真正感动天，你看嘛，真的，好，来，接下来唱首歌。好，继续呢，再来这首歌曲，这嘛是我近景的专辑，也是上一档《民事法典》档，并且被点动《幸福来了》主题歌，我们来跟着天空的滋味，送给大家，送给幸福的大家。我们一起跳跳糖，一起来。好，谢谢我们今天。天仙秀啊，一步千岁，心很成秋，感谢我们欢乐广播，我们的一雷哥和帅颖的团队，好感谢苏志毅大哥、萧国栋大哥、苏德川大哥的赞助。Thank you.
谢谢，太可爱了，太幸福了。